咗五旬節，耶穌嘅苦難、死亡、復活、升天到聖神降臨，耶穌嘅預言無痕跡都完成了。今日嘅讀經中，呢讀經中第一篇中途第四章，係逾越節後五十日，到一個猶太五旬節時候，啲門徒聚集喺一間房屋，一個房間，喺嗰個時刻所發生嘅事，出現咗好多唔同嘅端記。第一，有由天上嚟嘅一陣聲，好似刮起暴風，充滿咗佢哋所聚集嘅房屋。係呢粒物，神同風係同一段嘅詞。喺呢度只係聖神，有火嘅石頭出現喺佢哋嘅頭上，再一次係天主臨在嘅表記，就係喺舊約天主喺荊棘被火焚燒，但係冇將荊棘焚燒中透明室講話，這次以色列人在沙漠中流浪的時候，天主透過火柱陪住他們行等種種標誌成神同在。現在所有信徒都在這裡充滿聖神，聖神臨在他們中間的標記，就是我們能夠識講很多不同的語言。義務徒進去開始向眾人講道，那陣時在耶路撒冷有可以猶太教的人，又回到被亞細亞夫尼基亞同不同的地方的人來慶祝節日。這些人聽到義務徒講不同的語言，好驚奇。在這裡信息是很清楚，啲中途要復傳的是為所有的人，不止一個民族。在福音中，在義務徒身上講不同的方言，是聖神降臨的標誌，是耶穌復活那日晚上，義務徒在一座房門都鎖上，因為驚怕可能會被捉拿。忽然耶穌企在中間和他們打招呼，講願你們平安。這個是猶太人很普通的打招呼方式，而耶穌在以前答應過啲門徒他會帶平安給他們，這種平安他們在第二處第二度找不到的，沒人
能够在他们的身上领走。现在耶稣站在这班恐惧的门徒中间，但是他们的恐惧将会成为无法应、无法应用的喜乐。跟住耶稣给他们一个使命，就是父派献了我，我又同样献献你们。他们的使命都是跟我们的使命一样，要继续耶稣所做的工作。耶稣最后向他们吹了一口气，一口气标志着生命，就是天主创造创造世界时，天主的神在水水面上滑行，到时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人，在他被苦难吹着一口气，人就亦就成一个有魂的生命。今日福音中，耶稣都向他的门徒吹着一口气，俾咗新的生命他们。他们等于是新的受造物。跟住耶稣讲：你们领受圣餐。他继续说：你们宽恕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在这里不是耶稣要给权力他的门徒去判断他人，而这个权柄只是为将所有人带返给天主，为那些为使那些离开天主的人与天主修好，使他们重新到天主合一。而这些门徒有权力是哪个是属于将被他当作归于天主。因此教会的使命就是领导人归向天主，而重点不是为去找很多人重新归依，或者要给很多新成就，而是要去建立天主的国在人间，意思是要令全世界都会接受天主是万事万物的创造者和帮所有人因为天主的关系而和谐一。这个使命是耶稣要他的门徒去做的，也都是耶稣今天叫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当我们跟天主守和时，我们都要跟他人彼此和解。圣保罗讲过，在地经地篇的经圣保罗讲过，我们是好像一个身体，有很多不同的肢体，但是我们同有一个目的目标，就是将奉献为了共同的目标，同志教会一起合作。因为我们
来自同一样的解决，即是天主圣神。今天就让我们祈祷，为每个人能够愿意按照天主为各人安排的特定角色，以为教会进一步分。